走了。清楚的，要去买菜吗？买菜啊，买啊，看一下他们做好了没有？做好菜了再买菜也，是吧？他们先到。对呀、啊，你妹跟你妹夫他们先到了呀，毕竟他们已经买好了，我们就不用买了，就可以省了。下次去哪里就应该这样子，不要走在后面。要买点水果，水果肯定要买的。海吉星很远的，旁边那里有市场，买的。听得懂我讲话？我耳朵竖起来听的，我把耳朵立起来听的。